祝福你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天公伯也真公伯，让每一个人的时间拢是一天24点钟。但是对于今天的主角音乐真实践来说，他每一天除了忍受身体病痛，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用欢喜的心情出来做志工。到底实际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很抱歉，叫我感染呐、啊，啊，侬讲啊，惊惊来，侬惊落来迄落啦，啊，都放一下就好啦，啊，该来阵就承担了，无安啦。像迄刚刚感染啊，搁迄落，我感染的阵，我嘛讲啊，我都用黏黏的得了，无安啦，还是调啊，体治疗啊，该治疗的爱治疗啊，对无？前，玉珍师姐去病院检查，发现家己的心有问题，接受治疗的结果并无真理想。三年前开始洗心，拄开始，苏姐每礼拜几日工固定爱去病院做血液透析，后夜生活变得非常无方便。你今麦做袂忝啦，啊，那是迄份做忝安尼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这做一条龙啊，这做一条龙啊，啊，做一条龙啊。加油加油，别累啊！哈哈哈！加油加油！别累啊，别累啊！正经。加油啊！你是袂感觉伊是一个生病的人，就是讲伊将来袂好，你感觉安尼精神歹歹，还是讲对你疼袂自在，你一看，有人你若生病人，你一看看有嘛？啊，你的心情讲真真正无啦。佮你好好的人，你要讲疼，你都唔敢讲。哈哈，大家来笑眯眯吼，因为这两天相处，应该你了解。对，我嘛是要学习啊，对不？输掉嘛是要承担啊。
因为我要求的不多啦，只是个宝而已啦。啊，清楚的，袂感觉山珍海味偌济啥，因为那食有料，食下落吼，那就是山珍海味啊。我来花莲做营队，参加营队啊。我讲恁若无营队，若把握无机会，若失去，拢无得回来啊。像我着安尼啊。啊，问题就是你袂当出去见面啦。系啊。嗯。我着失去，机会失去啊。就只真诶不少个啊。大人嘛足欢喜诶，啊。我说啊，早知今朝足欢喜诶。最感人的场面就是要离开啊。大家拢做咧盈眶啊！哎呦，大杂七拢袂离啊！迄条鱼记得我们有迄条竿也放落去哦，目仔大家拢稀里哗啦，浪一个啊，浪一个，浪一个，七拢袂离哦，迄种场面真正，不贴心诶！我当初娶银队个时候安尼啊，即个啊儿子，迄个女儿安尼，都是贴心诶，妈妈同妈妈带，变作恶心诶，真话变。祝福你啦！我老公。啊！你换新的，恁的，你是什么会员？伊甲我讲是O型，我讲啊，我嘛是O型的，无我直接报你。人生是自然的吼啊，那时间到嘛，自然法则嘛爱行。不会啦，时间来啊，时间还很长啊。对啊，哎，这个介只工课要做的啦。我但愿呐，但愿呐，花好愿呐。然后做到一天就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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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他说，你是要跟他同路要走，你就要留一些体力，不要说一个就体力做完这样啦，两个人没好走的啦，这样跟他关心，就这样而已，回来这里，回来家里他们在做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明明就说什么，那个什么开心农场啦、啊，我当电话卡伊讲，啊你是伫倒诶？开心农场，我讲啊，遐做你还搁伫遐哦，嗯，无法度伊啦。开心农场啦，啊，都拢逐工拢来遮啦，无直接工课，我也来遮烤草啦吼，啊水啦，啊挽菜啦，啊下人结缘啦，啊这是我每工爱做的工课啦。无啊，我得啊做我趁欢喜尔，无趁啥，因为啊，我们都每天啊过得充实啊，不要空过啊。听啊，带网络电台啊，还有时啊也说话，像上师傅也说话，还从慈亲呢啊，国外回来啊，国外回来算分享的啦，还有时上人开示的啦，还有时啊录音站的歌啦，拢有啦。所以你是来遮做听的啊？我拢差不多随身携带啦，听到地就听到地安尼。坚歌也尽是良缘，系啊，散步嘛听啊，就是歌曲。那我随身携带在这伴啊，好像今天没有听的话，好像缺少一样东西啊呢。啊，刚刚是用传散知识的啦，我要听会不会？你俩听一般的电台收音机对不？拢有咧卖药啊、广告啊，讲到无营养的啊、批评的啥，我无爱听，听得较清净呐，耳根清净呐。就没有杂念了。这生病了，哪一天的痛快，我拢是两公痛快快过去啊。反正
人家讲无直直疼的代志啦，啊，着等下疼痛快，较紧疼，疼疼较紧过去，安尼啊，痛快痛快快过去啦。啊，着关关来过，关关过啊，安尼嘛呢，啊，着咱们达过去啊。啊，迄天咧大医院吼，大家就是拢去甲我看啦。啊，我讲啊，恁莫来看，大家拄这人足无用的，免啦吼。啊，着要来看，讲结果因去看，到楼卡急诊室也看到我，我都要去运动啊。伊讲。我好啊，你免去哩啊！我规场好，就照恁看，大家就笑个。伊讲讲像一个病人，所以我嘛是这样，有病才能无病共款啊，来去自如啦。我也要去运动，就出去啦。啊，我就待遐，待内底安尼啦，无迄落啊。看上人开始啊，啊无看大电视台安尼尔。啊，你那着啊，佫有时啊，佫会联络代志啊。因为我是讲，我直接做无聊安尼。啊，恁老师是嘛，我知影啦，就讲。因为我做组长嘛吼，啊，爱联络迄公祭祖面的遐，伊嘛信息给我，因讲来讲，唔好人断呀，搁叫人联络遐，讲不要紧啊，你靠我，阮先生也无一只吼，我该自由啊，我会当联络啊，啊，就阿弟啊，咱我安尼一天过一天啊。所以这一环保站的工作吼，拢几乎这种拢是我来做，甲保时捷咧做安尼啊，拢负责这部分咧，嗯，你那种点心啊、茶水啊，啥拢是我咧处理安尼啊，我弟啊个啊，我拢尽量吼，反正能做就是有啦，就这样子啦。我煮我那个晚餐去啦。虽然爱洗身，月珍师姐也是希望唔通影响到出来做志工。后来苏姐甲医生参详了后，选择每一工暗时伫厝诶，家己用全自动腹膜透析机来洗身，代替去病院做血液透析。虽然时间比较较长，但是至少你洗诶时阵，伊会当正常做工课过生活。做起就是得到的水抽出来啊，啊个注入安尼啊，我那个可以安得好啊。哦，因为头啊去手动的，用机器动的啊，吼，唔点钟啊画一件啊，我特别当做其他工课啊。啊，所以讲也是用机器，我暗时啊困就比较紧。啊，我即摆洗是差不多五点就好啊，因为我今仔较早洗嘛。我在五点的，俺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四个小时。啊，我今麦第一次讲爱洗身的时阵，我是哄。足紧张，就要安怎倒啊？哎，要安怎？我袂当做志工啊，看要安怎啦？是袂真久个，就是即个念念啦。因为我很喜欢做志工啊。低潮期啊，迄阵啊，足出来啊，迄个心脏要忧郁症嘞。唔过我家己讲讲。我是自责人，我哪会当做有病忧郁症的病人？我要走出来，我要走出来，我要家己讲安尼啦。所以我就想工作做啊，先去开始农场种菜啊，啊嘛去有人叫做粮，我就通去啊，啊叫工作就去啊，拢找工作去做就对啊，啊慢慢啊释怀啊，工作做就忘记烦恼啊，啊就家己拢反正都袂记讲我是病人啊。
啊，心有身有身有病，心没有病，安尼啊，就是安尼过来。虽然我身体是我是病人，可是我心里没有病，我走出来了。上人讲的，讲做一天就减一天呀，做一天过一天就减一天，过一天减一天。啊，咱来会当用到偌久嘛，唔知影，对无？啊，我是家己提醒家己啦，讲不行，因为上人讲迄个就是内心的叫啥物啊？就是算黑白心，就是家己制造复制坏的细胞出来啊。你拢伫家己自家伫复制，伫复制歹，你个细胞也都无愈来愈无好。啊，所以你家己本身爱该快乐快乐，你细胞就愈欢喜愈健康起来。我若去黄师嘛是啊，我是讲去黄师对无？去按住啊，阿姐啊，我讲其实你吼嘛，莫家己当作是病人，你行出来做环保，也是去运动，拢袂出你个愈，你个细胞愈好，会安尼都袂活化去啊，都沉。阴沉落去啊，无体力，安尼啊，你怎啊拢夹一件出来对无？你心情愉快，啊，你的细胞就愈来愈健康，啊，你的真正好的细胞跟坏的细胞会战争啊，那好细胞就战你啊。所以我们要保持心情愉快，然后每天都要三大笑，是安尼啊。喂，燕晴哦，我叶真啊。我请教你，你明仔几点要去联络一个美和古娟呢？嘿嘿，美和技术学院。啊，我看我过哈，我要搁去笑爱料对无？真烦恼啊！因为看了老母身体安尼，咱嘛唔甘嘛。每天要四小时或八小时在那边处理这件事，他身体身心状况一定不能承受啊。对啊，啊当然咱嘛无希望讲伊遮忝啦。啊，不过伊互阮的感觉嘛是解开人啊，讲啊你无我做，我会使做，你无我做，连讲我摕你遐，你哥哥讲叫我做，我嘛做不落来啊。啊，并且讲伊安尼讲，咱嘛唔知要安去个讲给某个做啊。他有这个心，咱嘛唔知要安讲啥。咱只有去承担他想做的事。不是咧争名夺利啦吼，只是咧种大家上好是讲上人讲的讲以和供养上人呐。啊，恁大家他团结一家人吼，安尼吼上人无烦，安就介欢喜啊。啊，咱在遮环保咧做是咧做欢喜，唔是咧做烦恼的。咱就是道场啊，安尼静心去修行啊，是安尼啊。安尼在修行的道场，所以咱就爱多啊听经闻法吼，啊华入心的当去度人啊。啊来来讲讲健康者。快乐者安心睏啊！我觉得是有着讲要救白血病患嘛吼，啊，加上我也是病人呐、啊，啊，所以着病人都病人拢有种心情，算不知看希望当得救的机会啊。所以啊，出来帮忙，付点心力啊。
啊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啊。以前因为妹妹要牺牲，啊，所以说变成大家们做关心的，讯息上可能无形之中，伊的协力可能啊，就那去体贴伊安尼，就那讯息可能得靠遐密集遐频繁。啊，有一间在他们机会，就那讲，吼，恁拢无电话给我吼，啊，我形容我感觉家己安尼，像伊用冷落，他自己会慌啦，我才去。感受到讲吼，其实进来慈济，不管他是一个病痛的人，还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，我们都不能做别人啦。咱袂用去替别人去代言伊心中伊想要做的代志。较早是养老院做十几年嘛吼，啊算我伊个脚，我迄落啊未咧离开阵咯，是未习惯，啊咱话逐个月转去家看一间，啊咱话每个月拢来遮采果糖啊，去甲恁姐因，甲恁爱啥呢，啊互因欢喜啦，啊因就话爱食饼，爱食糖啊，啊看到拢讲我是圣诞老人来啊，我嘛无来分糖啊呢，啊就讲真欢喜，啊过来我做自己啊，做无用个啊，都我都定定去啊。所以我已经真久无去啊，都是节日靠去安尼啦，歹势啊。哎呀，来看看你们啦，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棒棒棒棒！好棒啊！常常来看看我们了。对啦，我真抱歉，我现在都很忙啦，我忙抽不了心，就做慈济事。我看我会过来，好不好？女儿吗？可以这样包嘛？是啊，棒。现在我妈妈哈，拢会给我抱在背子上头，啊去过街啊，啊拢会去找老人伴，啊拢会趴在身躯边啊，拢要听妈妈讲话声，伊拢我那等下弹性弹性安尼。因为我较早就有种习惯吼，我妈妈拢会买物件，拢会我那讲价，啊所以我养成我妈妈的习惯，拢会看老大人拢会自动的摕物件给食，爱他们跟他玩嘛。小时候我就喜欢跟老人家玩嘞。因为人讲老人囡仔人囡仔，你当囡仔老大人笑人，就是咱就趁欢喜啊。而且来讲，当你食饭就该塞去塞去，咱个面上跟你换药啊哈，啊你笑了哈，听到无？哦，好，啊你来围绕哈，来你围绕哈，好不？我刚食饭了哈 ，OK。没生气哦，知道吗？你生气这样不舒服呢，细胞得愈紧张呢，啊愈紧张呢，你要放轻松呢哈。好啊。玉珍师姐身体不好，啊，不过伊的心同款真乐观。师姐讲，虽然伊的体力甲时间无够，但是当出来做志工，让伊感觉人生真有价值哦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